巫术方块，终于看到你了！现在我就要通过这个方块开到最强胸甲，整合包里没有比这个胸甲更厉害的了，那就是红色钻石胸甲。它是通过一种红色钻石制作，或者通过钻石祭坛，不是石英祭坛才能开得出来的。怎么还开出这个了？最强实体大炮，朋友们看好这地上的东西，直接没了。而它发射的这个材料正是我想要的那个红色宝石，如果它能扔出实体就好，这样我就不用开了。这个可以秒杀一切，相当于远程版的清除剑。清除剑是近距离16格17格以内它能清除，而这个清除大炮你看离多远都可以，因为它是远程武器，嘿嘿，真正的远程啊，包括我自己都能清除。这个不行，这是蓝色钻石胸甲，复数里边只能算是排第二吧，排第一的还得是我们红色胸甲。而且复数方块有一个特点啊，就是你加了幸运值它也不一定能给你开出来，所以我们没有选择用高级幸运值的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，有点眼熟，好像吃完有什么特殊效果，兄弟们尝一尝。走你，被雷劈了啊，渡劫了。因为我身上的图腾特别多，所以没有发挥出它的力量，正常来讲被它劈完以后我的移动速度会非常快，而且会疯狂遭雷劈。牛奶拿出来，反正44个啊，看能不能出一个石英祭坛，有祭坛就有 25% 的概率能开出我那个胸甲。来吧，等我想，我捋一下子啊，咱们这个系列的规则是看到的方块必须开。哎，这不是我看到的，兄弟们，这天上掉下来的呀，对吧，这天上掉下来的，我现在还没有不死装备呢，这要是开出个什么指令杀，我不就是没机会接坑了。别别别，但是规则就是规则，我们不能逃离规则，开吧兄弟们，硬着头皮开呀。这样如果我开到那个红色胸甲就放我走，兄弟们好不好，开到就放我走啊，说好了。好，反正你们现在没法说话啊。哎，我还想通关呢，莫雨龙跑了，兄弟们要还我一下子，不然的话我可以直接跳过所有步骤直接通关啊。开到红色胸甲就放我走啊，答应我。不是，你有毒吧，他又掉了一堆那个复数方块，开不完，根本开不完。再看这无限攻击力的巨剑啊，给我安排上了。我现在特别害怕开到指令杀，你知道吗？别来啊，别来，别搞事情，什么东西啊，我都害怕天上现在又掉一坨。别掉了别掉了哥，真的开不完了，真的别掉了啊，已经很多了。什么东西啊，冒泡了。哦，我以为红色宝石呢。基岩，基岩算什么，基岩算什么。哎，这两种井就有可能会掉出那种红色宝石。踩一脚，什么东西啊，手机版夜风同款组件，认准 MCS 夜风工作室，你想玩的这里全都有。哎我去了，别这么整啊，旁边还有一个井，这个井咱们得挖了啊。那它是什么，它也是爆炸。走走走，往这边来着，那边太卡了。连开三个，我胆子真不小啊。别给了，没完了是吧，啊，我这电脑再好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，兄弟你再这么玩去，红色胸甲没开出来，存档先崩了。哦，来了，兄弟们机会啊，25%的概率，25%的概率啊。什么什么爆的什么，哦，胸甲，感谢二楼，开局我就说了，二楼十年单身还我一个红色的胸甲，这回防御力满了，魔法抗性满，物理抗性也满，三抗全满，就是三个维度上面的啊，全部满。然后攻击力无限的也有了，清除大炮也有了，近战清除剑也有了，咱们的颜值圣剑也有了。请问我们现在该干什么？哇，把这些幸运方块开完。No， 咱们已经约定好了啊。对对对，你跟我约定的，就是你，就是看视频的你。所以我现在可以干嘛？去挑战莫雨龙。莫雨龙呢？就不让挑战莫雨龙独自战一集了，兄弟们啊，咱们就这一集接坑得了。我知道很多小伙伴幸运方块没看够，不过呢这次由于节奏过快，欧气太足了，下一次我用一个比较难度比较高的啊，难度比较高的幸运方块的这个系列来一个慢节奏的幸运。哎，好像少一个，把眼睛闭上给你变个魔术。哎呀，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，你看看重分主播叶峰直接就是来了一个量子纠正，刚才摆歪的那个门，哎，他就自己跑到了该栽的位置上，真是太乖了。我们为懂事的末地传送门点个赞，真不错。来来来，我要用清除炮让莫雨龙直接消失，你连崩解的机会都没有。没打到是吧，那你完了。
还记得核弹吗，兄弟们？NUKE 核武袭击，莫蒂也逃不过。直接清除，你以为这就完了？炸船，必须炸船！兄弟们，脚下应该已经穿了，看，看见黑色了吗？莫蒂已被我炸穿，完美结坑。莫影龙也炸了。喜欢咱们系列的小伙伴们，不要忘记点赞视频，关注一下叶枫这个小作者。下一个系列即将来临，再变。